嗨，欢迎来到每天。这里是一个唤醒女性内在力量的花园，帮你懂自己，爱自己，经营亲密关系，化解情感危机。欢迎订阅，与11万独立女性一起做更好的自己。今天给您分享的文章题目叫做《对待离婚，男人和女人的区别非常现实》。下面我们一起来听。有人说，男人来自火星，女人来自金星。男人为结婚而恋爱，女人为爱情而结婚。不仅如此，对待离婚的看法，男人和女人也有很大的区别，非常现实，值得一看。区别一，男人离婚很快找到新欢，女人离婚很难立马走出来。离婚后，男人往往会很快找到新欢，然后牵着别的女人重新步入婚姻殿堂。一方面是因为男人大多健忘而理性，不会像女人那样长久地陷入忧伤，找到一个差不多合适的人就会立马翻篇。另一方面，男人的生活离不开性，习惯了被人照顾，不甘寂寞就会很快找新欢。当然也存在着一些早有预谋，正好借口无缝接轨。而女人即使离婚了，也很难从上一段婚姻里迅速走出来，因为离婚和背叛让他们变得没有安全感。曾经付出了那么多真心，却换不来同样的真情，有的只是累赘和添堵，不想再重蹈覆辙。一个人过也挺好，也不会轻易的再步入婚姻，除非遇到一个人能真正让自己感觉幸福和踏实，有足够的安全感，才会想要再婚。区别二，男人离婚找谁都没有前任好，女人离婚找谁都比前任强。很多男人离婚后都会觉得下一个会更好，但事实上找的新欢往往不如前任。有的男人沉迷于美色，为了小三和老婆闹离婚，离了婚之后才发现小三跟他在一起不过是图他的财产，而真心实意为他考虑的只有原配。很多男人总以为感情不和，问题在于老婆管太多，太啰嗦，不够温柔，却从来不在自己身上找原因。没有静下心来反思问题，不改变自己，即使换了一个人，婚姻也照样一团糟。而女人对待婚姻比较慎重，考虑的东西比较多，尽管一开始会担心找不到更好的了，但结果往往是随便找一个都比前任好。因为在经历过一段失败的婚姻后，女人会更加懂得珍惜自己，忠于自己，善于总结和反省，所以更容易获得想要的幸福。区别三，男人离婚为了自由，但往往会后悔，女人离婚会舍不得，一旦离了绝不回头。很多男人离婚都是因为在外面有了别的女人，一时精虫上脑而冲动，为了激情和自由选择背叛婚姻，抛弃妻子，让原本幸福的家庭支离破碎。然而拥有的时候不知道好好珍惜，等到真正失去了才知道后悔莫及，回过头来又求前妻复婚，简直是自作自受。女人面对离婚，最初会有些犹豫，舍不得家庭，舍不得孩子，所以一而再，再而三地给男人机会，
希望他能悔改。但经历一次次失望之后，最终心灰意冷，选择离婚。而且一旦下定了决心，就绝对不会再回头。因为终于明白，与其选择丧偶式婚姻，在痛苦中沉沦，还不如回归单身生活。就算男人求她复合，也不会答应。心死了，绝望了，就再也回不去了。有人说，婚姻就像一场豪赌，赌的就是一生的幸福。其实离不离婚都是自己选择，区别就在于是错一次，还是错一生。很多人都会把离婚当作是一种失去，但事实上，离开了一个不值得爱的人，你才能够重新找回那个你爱的自己和真正爱你的人，这何尝不是一种获得？有些人错过是遗憾，有些人错过是成全。离婚需要勇气，但更加重要的是对自己的人生负责。永远不缺好好生活，从头再来的勇气。这篇文章就分享到这里，感谢您的守候。如果觉得文章不错的话，请把文章分享出去。您的每一次点赞或转发都是我们最大的动力。同时，为了更好的和粉丝互动交流，我们在 Facebook 也创建了公共主页。点击影片简介下方的链接订阅即可。每篇主创阿豪每天会定时查看私信。但因每天收到的私信过多，导致回复不及时，阿豪精力有限，会优先处理 Facebook 的超级粉丝。踊跃留言评论互动，即可获得超级粉丝称号。期待与您在 Facebook 相遇，每天为您推送新文章，希望您每天都有新感悟。在这里，你永远不会孤单。